主料，金针菇1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蒜2瓣，酱油1小勺，盐1小勺，油1勺。金针菇用泥水浸泡一下，洗干净。鸡蛋2个，鸡蛋打散加盐，蒜子可以拍好，或是变成蒜泥。鸡蛋八分熟，添加金针菇，把鸡蛋翻至上面，加水少许，盖上盖子焖3分钟，加蒜子，最后添加酱油。如果喜欢清淡口味，可以不加。起锅，卖相不太好，但是挺美味，难度也不大。烹饪技巧，最好用花生油，比较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